AI 辅助糖尿病的第一线照护医师，例如新陈代谢科、内科、加医科医生进行 DR 判读，让病患可以早期发现、早期转诊至眼科治疗。透过自动标示的病征位置，可以缩短医师判读眼底影像的时间，并提高对判读结果的信心。医师可利用拖拉或点选的方式，选择刚刚所拍摄的眼底影像。与现有 DR 产品不同的是，除了二分类模型外，还提供严重程度分级的五分类模型与病征侦测，结合医师专业知识与 AI 诊断辅助系统分析，并可早发现病患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发生，提高早期筛检率，降低病患未来病情恶化的风险与医疗成本的负担。如欲更加了解产品细节，欢迎洽询工研院推广人员。谢谢您。